迪迪，迪迪，你怎么了？昨晚一晚上都没睡好。枕头，我想要个新的枕头呢。Soft pillow， 柔软又舒服的枕头。Soft， 柔软，到底什么最柔软呢？我们一起找找吧。Soft， 柔软，花瓣好柔软。如果用花瓣做枕头，应该会做一个香香的梦吧。不行，虽然花瓣很柔软，可是用来做枕头太浪费了。试试稻草吧。哦，不不不，稻草枕头一点也不舒服。哇，如果白云可以做枕头就好了。白云？棉花不是很像白云吗？有办法了，我可以找。公鸡伯伯，你好。豆豆迪迪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要点棉花，用来做枕头。没问题，桌上刚好有一点儿。太好了，谢谢公鸡伯伯。棉花枕头做好了。枕头，舒服的披露，就像天上白云一样的温柔。睡觉的时候，它陪在你左右，像好朋友一样陪伴你失落时候。柔软的枕头，舒服的披露，就像天上白云一样的温柔。睡觉的时候，它陪在你左右，像好朋友一样陪伴你失落时候。小朋友们，这就是个有趣的故事。没错，让我们再听一遍吧。柔软的枕头，舒服的披露，就像像白云一样的温柔。睡觉的时候，